这是姐姐给妹妹出的题，出的小花猫的作业。哇，这个写的，你只看这个图片，但是姐姐让你做里面的作业。还有这个喵喵。然后我看里面，打开里面做作业，这是写你自己的名字，然后写 A B C D， 然后给你写喵号，让你写一加四，五加五，让你写。还有英，还有 writing， 还有数学，还有 time， 还有 music， 还有 read， 哦、activity， what is a can one eat a small， 然后这个是 name， 这个是 abc， 这是 map， 这个是 read， 然后阅读的，然后这个 music， 这是时间，这个是日期。先读这个吧。one day， 这个 day 写错了， one day。Not one bad。one bad day， something happened。A kitty run up the ladder， 啥意思？说我也是个喵喵。说这个题出的不赖。